台北市市长杯橄榄球锦标赛分成两组进行，社会大专组有9个队参加，高中五专组有7个队参加。昨天已经进行了一场比赛，社会大专组建中校友跟台北体专8-8打成平手，抽签的结果建中校友获得晋级。今天上午所进行的都是高中五专组的比赛，第一场民生 B 队以30-8大胜开南，第二场民生 A 队又以12-4击败延平中学。这次的比赛从昨天首先展开比赛以后，一直要赛到10号为止。